大家好，我是北美彪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鸡翅，用的料是胡萝卜、葱姜蒜，还有一个辣椒瓣、三粒红辣椒，这是三大匙酱油、一大匙料酒、两大匙白糖，用的是鸡翅，接近一磅的鸡翅，待会我们过一下热水，首先，哦，现在锅热。加牛、葱姜蒜、辣椒、八角放入，好，再稍微炒出香味之后，烧过水的鸡翅放入，将鸡翅在锅内炒至。要赋予一些金黄色，现在就将胡萝卜和调料放入，现在将所有的料都放入锅中，盖上锅盖，锅开后转小火。好，这鸡翅经过半小时的炖煮，到这儿就好了，现在可以出锅了。好，这样一个红烧鸡翅就做好了，上撒青葱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